降心愿出新专辑了耶！真的？是哦。你有买吗？我还没有买耶、欸。我也还没买、欸。好想听哦。真的，啊、没关系、哦、你知道吗？赞美之泉的 APP， 它可以连到无线蓝牙，就可以借由无线蓝牙的音乐、哦、这个喇叭来播哦。哇，那很方便哦。那这个 APP 名叫什么名字呢？这个 APP 呢，它叫做 APP Premium， 它就可以直接下载下来，就可以变成在这种无线蓝牙耳机来听哦，或者是这种喇叭来听、哦。那离线也可以听吗？离线也可以下载听哦，甚至可以在自己建立的歌单里面每一个都可以听哦。赶快赶快赶快，赶快来试试看，来试试看。